我靠！进来把我们 ADC 打没了，我操！哎，谁这么快？哎，我犹豫，要不然我有一血。我想看能不能死。那个，如果 A 出来的话，我可以再追画一个 Q， 就不用叫三。人家在越我们的塔。这么拽！我靠，三个人越塔。三级就越。哦。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他，你成为了你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他吗？于心难了。哎，你这个名字有点没有不忠贞的感觉。要什么忠贞？要按摩。服了你这种社会人了。有情况，提莫，艾黎和强攻带一个吧。正在报告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我操！我的 W 没出来。克制他的重伤回去，他没有 TP 的呀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哎，我操！还好，我走位帅气，还要 A 我。我有致盲呀，我这。而且我这个重伤很克制他们两个。追不过呀！有情况！你光飞还要跟别人 A 过，别人怎么玩？我打算把 ADC A 死，等会儿出个无尽。其实我感觉 提莫 一开始前做这两个装备还挺好过渡的，说实话，兄弟们，这两个装备，然后再做影业，影业是要做，影业这边刚好也有瞎子，完美。影业做完就看情况吧。高的伤害。
他这个弹都没中，这波兵器可能要进去，进去我就亏了呀。我去前面探探路，没进去我就血赚了。减速 ，nice， 我这个弹放的好呀。可惜只炸死一个兵，还行吧。这波又不亏。叫迅疾。这波确实不敢跟他硬打的，应该先把小兵吃了。正在报告。阿卡丽去小龙了。是长官。这有啥用？嗯，他来有啥用？你有点全能啊！不好意思啊。要不然，等一下最后一把咱俩包下。嗨，我一直给你这个建议，你不听。这不是听取了你的建议？最后一把，我们最好的、最美好的回忆要留在最后，知道吧？天都黑了，这么美好吗？有危险！是长官。你玩儿，你认真的？强势文化代言人是吧？苏哈，苏哈是一种智慧。哎，我操！我致盲他了。哇，这塞拉斯真是一点都不省啊！这他们玩这些花里胡哨的。有个弹幕说辅助听着是胖林。有没有房管在的，给我把他封了。胖林都来了，我操，堆头一飞啊。100公斤啊，胖林啊，100多斤是有的，100公斤那么闹着玩了，我啊，100多斤，你自己不是说巅峰的时候有块很重吗？巅峰的时候97-98啊，那不天天吃驴肉补的吗？现在这经济条件，他妈哪能吃得起驴肉呀？驴肉很贵吗？还行吧，要比别的肉要贵一点。整装待发。我操，妖姬这个电刑这么夸张，直接给我电废了，电麻了是吧？还是个电刑把我秒了。天上龙肉，地上驴肉是吧？我听过这个，真有这么好吃吗？哇，做好了可香了。我可能我好像还没。现在冬天。冬天现在就开始吃马肉。马肉，马不是马肉不好吃吗？不是。哇，胸马肉，胸马肠，绝对无敌。吃的话你能不肥吗？是长官。恩克。我这个伤害也不赖吧，伤害的对决，这一波就是伤害的对决，看谁伤害高。
你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啊？跟个狗屁膏药一样。我隐身。哎呀！瞎子找到财富密码了。他找到财富密码了，兄弟们。我站在这，这样他大我会大到我的蛋上，他会死。这有个蛋，他大一下大到我的蛋上。但是我怎么，我刚才我给我的感觉，他好像把我蛋给大掉了，没爆炸好像。给我的感觉，刚才那个蛋是真没爆炸。我操！我一世英名啊！小丑还是要有重刃开大招才厉害。小丑有重刃开大招，他的影子一直有重刃吧？是这样吗？是长官。太残暴了。带了个瞎子过来把那个泰拉斯踢死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吧你！我输啥呢？要迅捷！推推棒吧！我们狼哥不是喜欢看推推棒吗？我就推给他看。推了不能带油呀！这把推推棒有搞头，兄弟们。正在报告。小心腰接下去。我怕他，我怕腰肌。开玩笑。要迅捷。
我怕风浪大。整装待发。感激不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哎，被你射死了。哼。小逼崽子。这么说你懂吧？蹲一下，帮 ADC 蹲一下。现在都不先做面具，不需要做强攻，也不需要做，对，不先做。Rampage。 有迅疾。我去前面探探路，瞎子在下啊。我们两个二打二嘛，你看看这个草丛一下。是长官。OK， 我去卖了，替我收尸吧，准备。太没存在感了，都没人屌你。可能是我太强了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？哎，哎，哎呀！漂亮，很多很多新疆的，我们直播间确实很多新疆的。拉斯没了，正在报告，毒死！我操，塞拉斯还活着嘞！我在帮他开玩笑。是长官，我来了。其实我感觉这种被我艾莉咬死了。其实我感觉这种面具流啊，这种艾莉这种流派感觉可以出攻速器，也蛮好。大哥打扰你，先选择没事。我哎，我走了，虚弱套完了，虚弱套慢了，确实他隐身看不到啊。哇，感觉还是一个漫天飞雨，感觉会舒服很多，顺畅很多。一个漫天飞雨把卡上拉死了，我操，兄弟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咱打大龙不？可以啊，我给你打罩，打罩子，你扛。不存在，我是让别人扛，我在后面打不出的。我给你给罩子。我可以给你。你弹给我，我没用啊！我罩子罩你弹也不行。
打龙吧，打龙吧。你们两个直接推平推过去了。出波恩吧！哦，我操，又浪费一个大。还可以啊，你那大一步三十八秒，三十八秒。我下次明天吧，明天我出攻速鞋，我感觉攻速鞋会好，好很多。终于十一级了，我十六了。哎哎哎好了。